新使命，携手向未来。长江沃野，人文璀璨，说唱四地联动新篇章。吴语乐腔，花鼓评弹，绽放曲艺文化新魅力。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现场以及通过网络观看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由中国曲协、中国文联文艺志愿者服务中心和安徽省文联共同主办，安徽省曲协、上海市曲协、江苏省曲协、浙江省曲协、滁州市文联、凤阳县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凤阳县文旅局、凤阳县文联执行承办的“与人民同行，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志愿服务”主题活动。担负新使命，携手向未来，长三角曲艺名家新秀走进安徽凤阳的演出现场。首先欢迎所有朋友的到来，欢迎大家。今天非常高兴，也很荣幸由我们两个人来担任今天晚会的主持人工作。是的，首先请允许我们先做个自我介绍。好嘞，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市曲艺团的主持人王远，欢迎各位。我是咱们凤阳的观众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戴志成，问候大家。欢迎戴老师来到我们大美凤阳，来到我们今天的活动现场。其实我得跟大家上来先更正一下，我们要准确的表达呢，我们两个人今天应该算是业余客串主持人。因为什么呀？大家知道我的身份呢是相声演员，而且我们的王远呢是曲艺演员，所以我们的身份呢应该叫业余客串主持。但是您别看身份是业余的，我敢负责任的跟大家说一句，我们主持的水平那一定是专业的。谢谢谢谢，哎呀，大家一鼓掌，我们是特别的欣慰啊，证明您今天现场的观众，这都是有层次的，这都是懂艺术的，都是高雅的观众，认可了我刚才的说法。但是我也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您这一鼓掌绝不白鼓，物有所值。因为什么呀？您这一鼓掌啊，对各位的身体是大有好处。哎，这怎么说呢？哎，因为据我们最新的中医理论研究证明，热烈的鼓掌一次等于足底按摩45分钟。来一次。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各位热烈的掌声啊！那么今天也是特别的荣幸，能够来到我们美丽的凤阳，给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曲艺的节目表演。那么今年呢，又是我们新中国成立75周年，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10周年，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20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团结引领广大曲艺工作者积极践行文艺志愿服务精神，推动文艺志愿服务常态化、制度化开展，用曲艺的方式谱写新征程上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那么在第11个中国文艺志愿者服务日的来临之际，我们长三角曲艺名家新秀也是来到了咱们的安徽凤阳。我说老实话，我是第一次到咱们凤阳来，但是感受到那一句特别好的那个词，叫凤阳是个好地方，而且我们凤阳人特别的热情。感受到了。我们闲话少叙吧，我们长三角曲艺名家新秀走进美丽凤阳的演出现在就开始。哎，我说王远，咱们第一个节目给大家安排的是什么曲艺的节目？
因为今天可以说是我们安徽省的主场，所以我们第一个节目我们掌声有请到的是安徽省曲协副主席、中国曲艺牡丹奖获得者孙明泽带来的根据《水浒传》改编创作的快板书《真假李逵》带给大家。 有请孙明泽。见到凤阳的观众，心情无比激动，向您问好，鞠个躬。感谢您的掌声，唱上一段快板儿，说的是《水浒英雄》真假李逵热闹段儿，愿您鼓励欢迎。最后送上祝愿，愿您心想事成，吃嘛嘛香，身体棒，阖家幸福康宁。我说的是夷岭的清晨雾蒙蒙，叶落纷飞乱飘零，阴森森的丛林野兽窜，怪石横生路难行，在一条潺潺流水的小溪畔，有二人，他们抱头痛哭，好伤情。娘啊，而今生今世难尽孝，您老养儿一场空啊。娘，孩儿今朝死在此，要相逢除非在梦中。兄弟，哥，哎，咱动手吧，咱们早死早脱生，到来世再把娘孝敬，咱们好好报答养育情。好家伙，这个人把刀子对准那人的嗓子眼儿，那个人把刀子对准这人的正前胸，这个说，兄弟，你一刀必须捅死我。那个说，哥，你下刀要狠，心要横。好，兄弟，我数一二，咱俩一块动手捅。行，咱们咬紧牙关，眼别睁。兄弟，闭眼，我数了一二，这哥俩是撒着狠的猛一捅。耳轮中就听到啪呜，这两把刀子就飞上空了。这哥俩是瘸着手腕子被人踢得一震动，睁眼看啊啊，
哪儿来的天神黑虎星啊？但只见面前一人，身高足有70半，虎背熊腰，透着威风，头戴着个马尾透风巾，一顶慈姑爷高挑迎门钉，左鬓边镶衬着一朵黑绒球，名叫英雄胆。英雄不动微微颤，英雄一动颤颤腾腾上身穿，青缎的绑身紧靠袄，白袖口白拖领，18盆寸白骨头牛，皂薄分明，下身穿青缎子灯笼滚裤，一巴掌宽的丝兰大带腰中横，身披着一件青号氅，燕云这个薄底快靴就在他的二足蹬，一口单刀斜插背后，黑纱鱼皮刀鞘把刀成，往脸上看，嘿，面如锅底儿，黑似炭，是扫帚眉呀，像两把铁刷，左右拧，俩眼一瞪赛鸭蛋，光里光当，犹如闪电放寒星，这个大耳垂轮分左右，鸭耳黑毫，好像两杆大抓笔，朝天矗立赛青鬃。秤砣的鼻子火盆口，一不刚然下次铁线铺满胸，他一搂刚然开言道，哎哎，这大清早你俩寻死为的何情？是被枷锁累，是被人所害，来来来，快跟黑爷我说分明。这哥俩只吓得捏呆呆的直发愣啊，缓醒了半天才压住惊，忙说道，好汉爷，我们俩本是亲兄弟呀，上有老母下有妻子，特别穷，为养母把孩子偷偷给卖掉，用这点钱想贩点萝卜来谋生，昨天在集上卖完了货，我们哥俩想抄一个剑道返回城，可是不料想刚走到前边的树林内呀，碰上了李逵黑旋风。哦，谁？那位梁山的李逵黑旋风。他怎样？他嘿，他手使两把大板斧，断刀劫财把路横，连钱带车都劫去了，吓得我俩跑到这里才逃生，可是又一想回家也是没活路呀，不如这个一死倒轻松，可是想投河水太浅，想上吊呀又没绳，才想起打萝卜用的刀还在，可想要自杀呀手还抖楞，无奈何我们哥俩商量相互捅，刚要捅又被您把刀踢上空，我说好汉爷，都传说那梁山好汉黑旋风李逵劫道济贫为百姓，呸，可哪料想他断刀劫财也行凶呀，啊啊，那个大汉怒吼一声死霹雳，住啊口，休要讲李逵行不正，那是些猫贼鼠盗来冒充，来来来，你往这里看，俺才是真正的李逵，扎扎扎，哇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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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才是李逵黑祖宗啊！这哥俩忙跪地磕头拜英雄。李逵说：“哎，快请起！我告诉你，我们梁山好汉，替天行道，绝不假，要杀尽奸党，把这混乱的世道来变更。我看你俩是孝子，这一点上咱相同，我也是下山回家去探母，在此与你们巧相逢。说着话从怀里掏出银一锭，交到这哥俩他们手中，快拿去吧，好好把老母来奉养，
再把孩子赎回家中，剩下的银子当作买卖盆，我去宰那个断灯劫财的狗畜生。这哥俩手捧着银子跪在地呀，磕头谢恩忙不停。好汉爷，您仗义疏财行良善，您就是活的菩萨救命星，您的恩德如山中，您的恩哟。一抬头啊，见李逵早已影无踪。黑李逵此时返回树林内呀，他个东奔西跑，好比这个猛虎在撞龙，恨不得马上抓住那个盗贼，大卸八块把气瓶。他个一边跑，他个一边喊：“嘿，你们谁是劫道的黑旋风？我是个珠宝大商贩。”你要劫了我，你就能成为大富翁啊！我的金银珠宝都背不动喽，劫了我，劫了我，你的财富可大亨通。我这儿有拳头大的磕猫眼儿，大腿粗的翡翠瓶，巴掌大的金刚钻，脑袋大的夜明珠。嘿嘿，你黑天甭点灯喽！劫道的李逵在哪里？不劫我可算你命穷啊！来吧，快来劫我吧，快来劫我呀！就这模样，谁敢劫他呀？他喊了半天也没动静，急得他哇哇大叫，要发疯。噌！抽出单刀胡乱砍，刷刷刷的带着风，咔咔咔砍倒了三棵杨柳树，蹭蹭蹭拔掉了一片小树丛。猛然间他心里这么一动，哎嘿，我这样做岂不是大草拔蛇精，有子儿也得将我给吓跑。嘿，我必须不声不响，不响不声，我悄悄走到，嘿嘿，还得装熊，哈哈，就这么办。想至此，黑李逵用号称把刀这么一裹，夹到这个怀里，把腰弓，他个一边哆嗦，他个一边走。嘴里还是把这个小曲儿哼，唱的什么呀？唱的就是这段。哎，左手锣，右手鼓，手拿着锣鼓来唱歌，嘚儿一个飘一飘，嘚儿铃铛飘一飘，嘚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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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飘一飘，啊，嘚儿飘飘一飘，一口气哆嗦出去半里路，只觉得脖子发木，头发懵，这俩眼刺刺冒金星，还不见盗贼把路横。李逵可实在受不了喽，心里说：“好贼呀，好贼，你把我害得可真不轻哟！再要哆嗦半里路，我就能得了大同翁。嘿，今天我要抓住你，非叫你小子把科目三跳到次日大天明。”李逵他这里正撒狠呢，猛听得树背后嗷的一声，令人胆惊。摇打树后闪出一员大汉，只见他头蒙黑布，脸抹黑炭，呲牙咧嘴，是立目横眉，手拿一对大板斧，俩斧一碰，火星直飞，口念山歌，是恐吓李逵：“阿泰，此山是我开，哎，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嘿嘿，你留下买路财，压崩半个说不字儿，破破，我这一斧一个，啊，管杀不管埋。若问我的名和姓，黑旋风李逵。”在呀此，李逵他一见哈哈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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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李逵这一笑不要紧呀，劫道的下了这么一机灵呀呵，他心说什么情况？不对呀，平时我一碰板斧一报名，不论是客商与官兵，都跪地磕头把钱扔，他见我反而哈哈笑哟，八成是个大神经吧？嘿，嗨，李逵，把号场这么一倒，亮出单刀手中情。呀呵，我知道了，小子，你是个变戏法的，哎，会不会使活说相声啊？啊，去你的吧！嗯，你还是个捧哏。李逵讲，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爷爷我才是真正的李逵，黑人旋风。哎呦！你是李逵黑旋风呀，嘿嘿啊呸，谁不知俺李逵惯使一对板斧，你拿着把破刀把人蒙。李逵抢，嘿，黑爷我带刀是奉俺宋大哥的命，把板斧留在了水泊梁山去，一听他怕俺路上犯杀性，带口单刀防官兵，黑爷我走到合了合眼，你这王八兔子成了精。黑英雄怒从心头起，气在胆边生，抽单刀使了个一阵八方，藏刀是搜扑，是打个箭步往上冲，力劈华山往下砍，假李逵双斧一架往上迎，真李逵一见刀斧要相碰，狼便招玩了个小鬼来推磨，滴溜溜转了个半圆形，刀头一摆猛一捅啊，噗，这一下把假李逵大腿扎了个血窟窿，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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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得他哎呦一声撒了双斧，拨头就跑要逃生。好李逵飞起一脚，啪一脚踢个倒栽葱，上前踩住他的前胸，高畜生，你胆敢断刀劫财害百姓，借用爷爷的名字来谋生，把爷爷的名声来损坏，我今天要把你抽筋剥皮剜眼睛。贾李逵忙抱头作揖来求饶，哎呀，爷爷爷爷，求爷爷高抬贵手饶我狗命，晓得我不是故意破坏您的名声，皆因为爷爷在江湖之中名声大，一提起爷爷鬼神经，晓得我万般出自无尽奈，才借用爷爷大名来谋生。李逵讲，好，你到底叫什么，快点讲。爷爷，晓得我姓李啊，还敢冒充？不，爷爷是这么回事啊，我亲爹他姓孟，后来我随娘改嫁又姓冯，我到谁家我跟谁姓，我干脆我随您姓李才是正宗。晓得我姓李叫李鬼，人送我外号啊是花脸熊。李逵讲，好你个花脸熊，一不经商二不务农，专干这断刀劫财为哪宗？好阿爷，您不知道啊，我家有老娘九十整，老娘九十了，上个月不幸得了产后风。哦，什么风啊？不是那个产后风，是那个羊角风，为老娘刷药调治病，把所有的家当全卖空，现如今家里边缺米少粮，炊烟断，可怜我老娘还等我讨饭把鸡冲，无奈何才干了这缺德丧体的缺德事。好汉爷，您杀我一个如同要了俩人命呀，可怜我的老娘九十了，没有我怎么能活得成啊。说把他作揖好像兔倒豚，满脸的苦情惹人疼。李逵想，
我下山探母未行孝，他劫道也为孝母把孝行。这探母人如若杀了杨母汉，岂不是情理讲不通？哎，也罢啊！想至此，黑李逵把单刀贴在他的脸上，冷森森的把肉冰往上这么一挑，唰，把他的这个左耳给削掉。立刻间，鲜血把脸都染红。这小子用手这么一抹，嘿，跟脸上的黑灰配了色儿，一道黑来一道红。这下他真成花脸熊了。李逵讲：“花脸熊，看在你年迈的老母需要照顾情分上，饶你条性命来逃生。从此后再敢劫道把人害，摸摸你的耳朵，就想起你黑爷黑旋风了。哎，好汉爷，我向您发誓立保证，再劫道让我天打五雷轰。”说话间，李逵掏出银一锭，朝他面前就一扔：“拿去吧，好好把老娘来奉养，安分守己去谋生。”李逵说罢，提刀扬长去。花脸熊这才觉得耳朵疼，哎呦，疼死我了，哎呦，好你个李逵，呸，什么黑旋风，不过是酒囊饭袋糊涂虫，凭我这三寸不烂之舌，没费吹灰力，花言巧语将你蒙。你本是官府的通缉犯，我现在就去告官兵。战一魁李逵他错放歹人刘祸患，才引出来黑脸熊暗害黑旋风。快板书真假李逵，我问一下朋友，后边的观众能听得清吗？太好了，刚才您这掌声就是对孙明泽最大的鼓励。说实话，这是正宗的快板书表演，孙明泽非常吃功夫，您看他唱的字正腔圆，有板有眼，精气神十足，这就是一个好的曲艺演员，也不愧是我们曲艺最高奖牡丹奖的获得者啊。我刚才上来之前，其实很多观众朋友都在那儿问我，又说戴老师怎么这么重要的我们长三角这个曲艺名家新秀来到凤阳的演出，为什么不请一个专业的主持人来，干嘛请您一个相声演员来客串主持呢？哎呦，这个问题问得相当有水平，问得好，但是我认为我回答的也不错。我说就是因为今天在凤阳的这个演出，长三角曲艺名家新秀的演出太重要了，那个专业的主持人水平有限，他胜任不了。你看您这掌声我听出来了，好像对我这个主持方面的功力还有所怀疑。怀疑没关系，我当着我们凤阳的父老乡亲，我给大家得说点证据，证明一个主持人好坏怎么看呢？除非他掌握了很多主持方面的技巧以外，最重要的一个考核标准，那得看他主持过什么样大型的文艺晚会。我问问我们凤阳的观众朋友，中国最大的文艺晚会是哪一个？春晚，对，春节联欢晚会。我帮着各位梳理一下思路啊，女的主持人我不讲，我就单说这男的主持人啊。各位您看这春晚老一点的主持人都是谁呀？赵忠祥啊，就是戴假头套那个。年轻点的后来谁呀？什么朱军啊，李咏啊，撒贝宁，小尼哥买提，全是他们在那主持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我说各位亲爱的朋友，你们什么时候在春节联欢晚会上见我相声演员戴志成主持过节目？没有，之前就只在这儿。
这叫缺者为贵。只有到了美丽的凤阳，本人才客串主持。因为让我主持，其实有一个最大的优点，是能给主办单位节省一个人的开支。大家看，我们这个摆上了三把椅子啊，这个道具上来了。接下来这个节目特别有意思，用句我们时尚一点的话，这叫混搭的一个曲艺创新节目的表演啊。从历史上看，我们长三角是地缘相近，文脉相亲啊，尤其您看我们上海跟咱们安徽都有着深厚的情谊。接下来这个节目就是混搭，是我们安徽的凤阳花鼓跟我们上海的评弹，看看搭在一起能产生什么样的艺术火花。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欣赏来自我们上海评弹团跟我们凤阳县文化馆的我们优秀的曲艺演员朱琳、侯肖胜、木星带给大家凤阳花鼓评弹，给未来的自己一封信。先鼓掌后欣赏。是您魂牵梦萦的小岗村吗？是啊，这可是你奶奶我年轻的时候插队落户的地方。天哪，太美了，现代化的和美乡村，我要多拍几张照发个朋友圈。50年前的小岗村可不是这样的，那时候是又穷又苦，是你们这一代糖水里长大的孩子无法想象的。
大家好，我是凤阳县大炮杆纪念馆的讲解员，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小岗村。我有一个问题，当年又穷又苦的小岗村是怎么样摇身一变变成现在现代化的和美乡村的呢？小姑娘，你就和他说说吧。这可要从我们前辈们改变中国命运的一次冒险和壮举说起呀。在当时可是冒了大风险的呀。乡亲们，顶顶把须低，妹妹思君家心深，这青山似钩丝丝高，这十八个鲜红的手印改变了中国农民的命运啊。太伟大了，正是有了这十八个手印，才有了后来的大包干，才有了小岗村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的行动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而真正让小岗村脱胎换骨的是党的政策，是改革开放，是小岗精神。有的人为了这样的改变，把自己的生命都留在了这片土地上。接下来我们继续参观沈浩同志先进事迹陈列馆。沈浩书记他如其人，受到委派到乡村，带领着村去拼搏，不分春夏与冬，可爱还有金龙湖方向旗，科学种田亩产增，高养殖学经营，修通了公路上冒险，苦干实干加巧干，他一心想的是老百姓。小岗村眨眼三年过去了，小岗村的面貌变了，可是任职期满的沈书记也要走了，乡亲们怎么可能让他走呢？于是20多年前小岗村集体按手印的事再一次出现了。手艺挽留
不也不能走。咱们小岗村的老百姓啊，离不开你这样的领路人，离不开你这领路的人。鲜红的手印和乡亲们的一颗颗真心，留下了沈书记。他一干又是三年，可谁能想到，就在2009年11月6日这天，年仅45岁的沈书记因为劳累过度突然离开了我们。深受群众喜爱的好书记永远地留在了小岗村的这片土地上。以前我也时常会听奶奶说起这些往事，但是听得多了反而忘了，甚至有时候还觉得奶奶啰嗦。直到今天我踏进了小岗村，我才真正感受到了震撼，我才知道自己现在的幸福生活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啊！这都是多少代人撸起袖子加油干出来的呀！小伙子，你讲得好啊！哎呀，你是大辫子姐姐，小喜鹊！哎呀，大辫子姐姐，我们又见面了，这么多年不见，你还能认得出我？哎呀，插队那会儿啊，我就住在你们家，别说看到你人，听见你声音啊，我就知道是我的大辫子姐姐来了。我们家的小喜鹊还是这么能说会道。这是我孙子，今年啊18岁了，我特地带他过来看看，别以为今天美好的生活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刚才带你们参观的那是我的孙女，以前呀都是我在这里讲，现在由他们接班，让一代一代的人们知道现在的幸福生活是来得多么的不容易呀。呀一声哎，见飞来的四季像夜风心，铭记一下烟火的坚挺和我的我爱你。
了非常特别的表演，我们掌声再一次送给他们好不好？谢谢。当然在这里同时也是要感谢一下我们央视频 CMG 戏曲对我们本次活动进行的现场的一个线上直播，让更多的朋友通过观看直播来了解我们第一曲艺之乡凤阳，来感受一下我们中华曲艺文化的魅力所在。大家都知道啊，现如今我们的生活节奏呢是越来越快了，往往有些时候啊都会忽略了咱们身边人的关爱和一些细微中的美好。当然接下来的这个小品啊就是讲述的一段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呢？让我们掌声有请浙江省曲艺团刘帅、陆陆平、阮耀南、吴雨桐带来的小品《两双鞋》，有请他们。哇！哎呀，看到大家伙儿，我真的是太亲切了。告诉你们，我是出差了20天呢，今天刚刚回来呀。我是想死我老婆了，我老婆肯定也想死我了。哎，所以啊，我今天回来她不知道的，我要给她个小惊喜。大家伙坐着啊，我回家了。老婆，我回来了。你看看我老婆，我不在家，家里就乱七八糟，鞋子嘛也乱放。哎呀，这是我老婆的鞋呢，去年她生日时候我给她买的。这是我的鞋呢。这不是我的鞋吗？这什么情况？为什么电视剧里的剧情会在我的身上发生啊？我真想弄死你，就怕弄不过你呀。这45码的鞋呀，这里面这个人没有姚明那么高，也有巴特尔那么壮，我要进去不被他打成脑残呢？我不行，我是个男人，我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今天无论如何我也要做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情。偷听，保安上场怎么没人鼓掌呢？哎呀朋友们，我跟你们说啊，我在这个小区里边当保安已经当了19天了。我感觉啊，这个保安啊就是我的铁饭碗呀。每天晚上我都巡逻，12点开始巡逻。小偷啊，什么情况？没情况。没情况你在这干什么呢？你这么大声干什么？把里面人吵醒怎么办？哎呦我的娘哎，现在这小偷都这么猖狂吗？哎我问你，你在这里干什么呢？我回家呀。回家啊？哪儿是你家呀？这是我家呀。这是你家呀？对呀。你别开玩笑了啊！我在这个小区当保安已经当了19天了，我怎么不认识你呢？哦哈哈，你在这个小区当保安当了19天啊？不奇怪不奇怪，我跟你说我正好出差了20天。哦，你那意思是说我当保安19天、啊、你出差了20天？对。你认为我信吗？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你信什么了？你信了？你那手里边拿的什么东西啊？鞋。什么鞋呀？赃物吧。什么掌握？就是我的鞋。你拿来我看看。你穿多大的鞋？38。38的脚，你穿45的鞋啊？我当拖鞋穿不行啊？你这分明就是在狡辩。什么？我告诉你啊，你就是个小偷。
什么小偷？我是这里的业主。我告诉你，你要是业主，我就是这的地主。哎呀，你个小保安怎么这么说话的？我告诉你，我就是这里的业主。我就是这的地主。我是业主。我是地主。我是业。你业什么？呀呀呀呀呀！我是业啊！呀呀呀呀呀呀呀！我是业什么？你这业。Yeah. 哎呀，你竟然敢晃我是吧？我告诉你啊，你落到我手了，你别想跑，跟我上公安局走。我不去，我回家。你给我站住，蹲下，爆头。你看没，惯犯。什么惯犯？我是第一次偷。你看，我被你绕进去了。哎呀呀呀，保安兄弟啊，我跟你说实话吧，是这么回事儿。我出差了20天，今天刚刚回到家。20天。哎呀，然后呢？我到家门口发现门口有两双鞋，两双鞋，一双男鞋，一双女鞋。嗯，这女鞋是我老婆的，这男鞋都不是我的。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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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你的意思是说，你作为一个男人，到外地去出差去了，有另外一个男人上你们家出差来了。大哥，我对你表示同情啊。哎，不对呀，大哥，你遇到这种事你怎么不敲门呀？我倒是想敲啊。你看看这双鞋，45码呀，里面这个人没有姚明那么高，也有巴特尔那么壮啊。我要进去，我不被他打成脑残啊？也对哈。不对呀，大哥，你有我呀。什么意思？我是谁呀？我是保安呀，我保着你呀。你保着我？我保着你。你做我坚强的肉盾。肉盾？就是后盾。对对对，后盾。后盾。好，那我去敲门。敲门。做个真正的男人。男人。呀，出来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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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你这属于使了个牛大的劲儿，放了个蚂蚁的屁。你使点劲儿啊！不是，我不敢啊！你怎么不？你怎么能不敢呢？我在这儿呢。那要不你来敲？我来敲就我来敲。好。你刚才说他有姚明那么高是吧？哦。哦。那个行。那个有巴特尔这么壮是吧？哦。哦。行。不是，你快敲呀！我这不正朝那走着呢吗？你别吓唬我呀你！要么我来敲啊！好！哎呦，3更半夜大吵大闹，和谐社会有什么事情不能解决掉？哎呀，你们这个什么造型嘞？哎，你们！不是，你先别过来，你先告诉我你是人是鬼啊？当然是鬼了。哎呦，是人是人。不好意思啊，我在敷面膜。哎呦，沈大姐呀，你吓死我了，真的是面膜。哎呦，不平啊，你出差回来了？哎，回来了。你不回家了？哎，我倒是想回家。可是我已经无家可归了。是这么回事啊？我不好意思说。别，大姐，大哥不好意思说，我好意思说呀。我告诉你啊，大哥到外地去出差去了。哎，有一个男的上他们家出差来了。哎呀，他发生这种事情啊？那我要去劝劝的。你往好了劝啊，快去，快去。哎呦，不平啊，你不要伤心哦，也不要难过。对，大姐跟你说，作为你们男人哦，碰到这种事情，确实挺丢脸的。你要往好了劝呀，你。那你来。好，我来。大哥，你要振作一点啊。我作为一个男人，我告诉你啊，咱们男人碰到这种事情，就应该拿得起，还能放得下。你就比方说我。我遇到这种事情了，我肯定去死。哎呀，你也往死里劝的呀？我不能说瞎话呀，我这到底怎么弄啊？
我跟你说啊，大哥这是没有看到里面的案发现场，他要看到他肯定去死了。哎，不对啊，他进啊没进去过，怎么知道的啦？门口有两双鞋，一双女鞋，一双男鞋，这双女鞋是他老婆的，这双男鞋不是他的。哦，我晓得了。啊，问题的关键就是这双男鞋。对。那么鞋呢？在这儿。来来来，宝平啊，你过来，听大姐跟你说，你也过来来。我之前看过侦探小说的。首先，我们看到这双鞋，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是吗？这双鞋的主人，有脚气。你说重点好吗？说重点嘛。重点来了，重点。我们再从这双鞋的走线和质量上来看，应该是从银泰这种大商场出来的。为什么？而且我还知道，它就放在银泰二楼第三排第四双鞋。怎么这么精确啊？你怎么知道？前两天我刚给我老公买过一双一模一样的。那个车子，那个小宝贝。大姐这是怎么了？那个好像是在做饭哦。我知道了啊，大姐这是正义感上来了，在帮你骂人呀。大姐怎么有正义感呢？咱们一块骂吧，一块骂。走。那个车子，那个车子，那万万洗出来了，洗出来，拿上洗出来呀。那个车子，那万万洗出来了，我你对不起了，那万万洗出来了。大姐你怎么了？你怎么不骂了？你问我怎么了？啊，我还要问你怎么了呢？我怎么了？你知道你老婆勾引的是谁吧？谁呀？我老公。哎，你老公？哎，你知道你老婆这种行为叫什么吗？什么？狐狸精。哎呀你妈，我老婆是狐狸精，你老公才是狐狸精。像你这个娘娘腔的样子哦，你老婆注定要出轨的。哎，你说我是娘娘腔，老娘今天跟你拼了。承认了，承认了。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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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别打了啊！我告诉你们啊，现在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什么办法？敲门，敲敲敲！哎呀，大哥，你老婆很年轻啊！爸爸，爸爸，彤彤啊，你在家呀？我在家。不是，你妈妈呢？妈妈给学生补课去了呀。那个大个子叔叔嘞？哪个大个子叔叔啊？就是这双鞋的主人呀。哦，你是丹丹妈妈吧？这双鞋是我问丹丹借的。什么？你问丹丹借的鞋啊？不是，你这个孩子，你好好的问人家借什么鞋啊？你知不知道刚才我们闹成多大的误会啊？爸爸，你经常要加班，妈妈又要给学生补课，我一个人在家害怕呀，所以我才问丹丹借了一双大一点的鞋放在家门口，这样就有威慑力量，坏人就不敢上我们家来了。爸爸，你跟妈妈工作都那么忙，可是我一个人在家，我真的很害怕。哎呀，多好的孩子。是啊，多懂事啊。是啊，多会替爸爸分担忧愁啊。是啊，你能换句词吗？对呀。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哎呀，彤彤啊，爸爸错怪你了啊，以后爸爸妈妈一定注意啊。啊，不过有件事情爸爸要跟你说啊，那你要是害怕一个人在家的话，你可以用爸爸的鞋吗？爸爸的鞋不是在家里吗？爸爸，你的鞋38码，跟我的也差不多，没什么作用啊。啊，我就说嘛，弟妹这么好的人，怎么会干出这种事情的？对对对，我相信大哥也不是这样的人啊。时间不早了，我先走了。哎，等一下，阿姨。哎，叔叔，这个给我。爸爸已经回来了，这双鞋就还给你吧。好，不，等会儿，那个沈大姐啊，哎，要不这双鞋你还是留给我吧。啊？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也挺害怕的。哎呀！哎呦！哎呦！好嘞，好嘞，误会也解除了，时间也不早了。哎，我家里还包了饺子嘞。哦，
彤彤啊，你饿了吧？不平啊，你也饿了吧？你们两个要是都饿的话，到我家吃饺子去。好呀，哎、好走走走走走，吃饺子去了啊！再见，辛苦了啊！哎、那个嫂子，饺子不是饺子，嫂子什么馅儿的？啊？好，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小品啊，是由我们浙江省曲艺团带来的喜剧小品《两双鞋》，啊，都是由于生活中一双鞋引起的误会。其实看过这个小品以后，能够引发我们很多人的思考。你说像这几个人，其实我给他们应该提个建议，以后出门工作呀、学习呀，最好就别穿鞋。啊，光脚不是有这么句话吗？光脚不怕穿鞋的。这个还得多说两句，他们这小品确实演得好，非常精彩，大家的掌声已经证明了。但是为什么他们表演的精彩？我认为离不开我们今天现场观众对他们热情的掌声。再次谢谢你们，谢谢。确实，别看我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凤阳，来之前就说了，他们就告诉我说，戴老师您去吧，您到那儿就能感受到我们凤阳的观众是多么的热情。我在这儿感受了这么一会儿，确实是名不虚传。因为这些年啊，全国各地我都跑遍了，我每到一个地方啊，总会有记者问同样的一个问题，说戴老师您能告诉我全中国哪儿的观众最热情吗？哎呀，通过我刚才的体验，我以后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记者，你要说全国哪儿的观众最热情，哪儿的观众最懂曲艺，毫无疑问凤阳的观众。说实话比定远那边强多了啊！啊，就是没有从定远来的吧？啊，有，还真有啊，有，您也凑合听一下啊。因为我们这次长三角曲艺名家新秀只来凤阳，不到定远去啊。等日后我要再去定远的时候呢，我再说凤阳啊。这是你说的，不说不笑不热闹。因为我们安徽啊，曲种都特别多，你看我们这个乐队已经做好了，接下来这个曲艺形式大家都非常的喜欢，是我们安徽本省的曲艺曲种，叫淮河琴书。淮河琴书在我们安徽北部是非常的流行，老百姓都非常的喜欢。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我们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我们安徽省文联副主席，安徽省曲协主席，我们淮河琴书的代表性传承人孟颖和他的学生带来优美好听的淮河琴书《柳边新曲》。Thank you.
种气力下去，万不可丢了这手艺。儿子，我记住了父亲的话。淮河岸留下少足迹，我一块一块扎起溜，把溜边做得更精细，边把刀边簸箕，边两对边照例，防御防晒边斗笠，变成了躺椅。
来小心。那一年广角会上有毛衣，父亲我采买了菠萝和簸箕，我想着呀要赶澡堂碰碰运气，跋涉了七天七夜日偏西，等我赶到广角地，哎，谁知道客户走了个人头戏。我蹲在地上喘着粗气，累得我人困马乏肚子饥。这时候有俩人站在我面前，叽里咕噜一顿语言不知说的是啥东西，原来是啊两个老外在谈交易，相中了咱们的菠萝和簸箕。哎，你这位中国的小伙计，你这六边我全要 OK， 另外再定6万1。高兴的我呀三步并着两步走，乐颠颠摸不着东和西。回村里我把乡亲们的留匾全收起，月亮过海发蓝心，从此后手艺记心底，三辈人代代传承制度艺，为节省时间有效益，咱自行设计了破六级。你看那手指翻飞卡六条，根根七六变神奇，变老虎变马驹，变孔雀变山鸡，变个姑娘牵着驴，变个小孩开飞机，变个山羊把鸡斗，狮子老虎比高低。最可惜变出了锅包弄不准，变出了中国六边制度更传奇。现如今家乡一个个连锁企业拔地而起，乡村振兴带动了产业，拓开了柳木文化新天地，淮河柳边一路畅销到国际。美国英国意大利日本法国和巴西，瑞典丹麦奥地利，荷兰芬兰和埃及，那订单此学便飞到河南地。一年创汇十几，中国六边制度名不虚，六百年六边好手艺，历经着风风雨雨岁月里，它见证着山河破碎风飘絮，它见证着苦难辉煌志不移，它见证着排山倒海英雄志，它见证着淮河人民同心齐。更去编织出国泰民安，出全出彩，辉煌壮丽，
谢谢。一个是生旦净丑唱念作打，一个是古典声声灵动欢悦，一个是戏剧，一个是曲艺，二者的艺术韵味和文化魅力各具特色。那如果把这二者的表演和音乐融合到一起了呢，会产生怎样的艺术效果？那么接下来请欣赏由安徽科技学院凤阳县文化馆为我们共同带来的舞蹈《鼓萃》，请欣赏。
谢谢，谢谢我们年轻的舞蹈家啊，来自我们科技学院跟凤阳文化馆的青年舞蹈演员，带给大家精彩的舞蹈，这是戏剧跟舞蹈相结合的，跳得非常的美，掌声再送给他们。好，谢谢。因为他们为什么跳得好，因为他们是专业，而且跟大家披露一下，刚才我们那领舞的那个小姑娘，你别看年轻，那可能是国家一级演员，了不起。因为我们今天长三角曲艺名家新秀来到凤阳，这是我们选的，都是精兵强将，都是重量级的人物。您看前面我们那个孟莹主席啊，那都是国家一级演员，而且负责任的跟大家讲，从头到结束登台表演的一共十几位曲艺演员，除了我以外都是一级演员，都是一级，我不是，我是特级。对，好，谢谢你啊，我往特级演员上努力。刚才我们欣赏的是我们安徽凤阳本土的带给大家的艺术形式，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是来自我们美丽的苏州的一种巨大的曲艺艺术形式，叫评话。因为大家叫惯了我们叫上海的评弹，其实评弹呢这是一个统称，它是由评话跟弹词统一起来，所以叫评弹。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就是我们苏州评话的精彩表演，我们同样请出我们重量级的艺术家，我们中国曲艺家协会的副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曲协主席，著名的评话表演艺术家吴新博，带给大家苏州评话，话说评话，掌声在哪里？谢谢谢谢，各位安徽凤阳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此时此刻特别的高兴，也特别的激动，更是非常的紧张。为什么呢？听我慢慢解说。特别高兴特别激动的，虽然我是说苏州评话的，我的家是在上海，但是我的祖籍，我是安徽人，这个不能胡说啊，我的祖籍是安徽六安，我爷爷就是从六安迁到苏州的，然后我是跟着我的父亲从苏州迁到上海的，咱们是不是老乡啊？谢谢。紧张什么呢？不瞒你们说，你看节目到现在最少也是三个人，一群人，除了第一个孙明泽之外，轮到我也是一个人，我一个人一张嘴，我们孙明泽老师还有个桌子，我连个桌子他们都不给我，就把我一个人放这儿。而且刚才我们戴老师报了苏州评话，我是用苏州话讲的，苏州话讲你们真听不懂。我大概两个月之前到合肥演出，我在台上一个人说了大概十分钟，我下来以后掌声雷动，旁边那个主持人激动地握着我的手，他说：吴老师啊，你说的真好啊，就是一句没听懂啊。苏州方言基本上属于西班牙语系的。我举个例子啊，非常简单，你我他，我刚才请教了我们安徽凤阳的老师，我说你我他安徽话怎么说，他说基本上也是你我他差不多。要是苏州话说的话，我来说给大家听啊，你
苏州话叫什么？苏州话叫你，叫你。我苏州话不叫我，叫我。他苏州话更听不懂了，不叫他，叫你。我们一起来好吧，你我他就是你我你。我再举个例子啊，方言这个东西很有意思，人家说一方水土一方人，比如说我打个比方，今天在这儿我碰到了我的一个朋友，他带着他的妈妈一起来看演出，那么我们一个交流要是普通话很简单，他是谁？我妈妈，身体好，棒棒的，简单吧。你要是用苏州话来讲太复杂了，话很多。他是谁？苏州话叫你是啥人家，是不是有点外国话味道？然后这位朋友回答了，是你妈妈，身体阿汉家，身体没汉我，好听吗？好听啊。我还是说待会儿我们两位苏州弹词的演员用苏州话来唱更好听，但是同样这个情景你要是找个山东朋友来说，爽气四个字就解决了，睡尿好棒。所以说一方水土一方人，那么苏州平话什么特点呢？除了我讲的方言之外还有个特点，就是一人多绝，就一个人，我们叫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都是我一个人来。今天就为大家表演几个人物，我是说水浒的，刚才孙明哲说的也是水浒，我为大家表演一个什么108将当中的一个美男子，说出来大家都熟悉，谁呀？晋阳岗打虎的武松。武松是个美男子，我接下来为大家表演个人物，是个女性，大家看一下我们后面有个字幕，这位女性是谁呢？就是母夜叉孙二娘，大家这个字能看得到吗？看得到啊。我接下来就用纯正的苏州话为大家来说这段我们苏州评话当中叫什么，叫赞，就赞美的赞，就大家现在玩手机点赞的赞，一会儿我说得好大家为我点赞鼓掌好不好？孙二娘，我来表演个女的，叫戴姬，此人生来七尺高，面色紫当似红枣，眼八眉分两点，眼睛都发火面，接着眼巴都了眼黑色，不了啊九国家领国子忙上前，两张耳朵大于扎，对浪个对方你那个初心结雅虎叉子佛佛色一粒子像网队这样头刺浪位于七根马杀文此人名侯心木压出三儿娘威震猛州到。说实话除了肚子稍微有点大，这神态不比咱们女主持人差吧，对不对啊？好，最后为大家表演一个人物，这个人物有个特点，是我们苏州评话的绝招。什么绝招呢？这个人就是黑旋风李逵，刚才我们明哲来过，但是我们苏州评话与众不同，他有个绝招，演李逵的时候什么绝招？那今天灯光很好，大家能够看得清楚，
我稍微走近一点，就是脸部肌肉的抖动。因为大家知道李逵是什么，李逵是个大花脸，我们曲艺演员没有花脸，不化妆，所以就用这个绝招来表现黑旋风李逵，这扎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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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哇哇！一个小小的片段，介绍一下苏州方言，介绍一下苏州评话，中国曲艺之乡凤阳，祝你们喜欢曲艺，谢谢。谢谢，真的是太厉害了，谢谢。一首红歌记录一段峥嵘岁月，一首红歌讲述一段红色历史。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几十年来，动人的旋律激荡了几代人的心扉，是流淌在人们心中的歌。莲花落源于唐，五代时的散花乐是一种说唱兼有的曲艺艺术，语言诙谐幽默，生活气息浓厚，广泛流行于浙江绍兴一带。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文联委员、中国曲协副主席、浙江省文联副主席、浙江省曲协主席、中国曲艺牡丹奖获得者、文化部群星奖金奖获得者翁仁康老师，给我们大家带来《莲花落》唱支山歌给党听，掌声有请。我是第一次到凤阳来，请大家多多关照。其实大家给我的掌声是应该的，因为我啊是浙江杭州坐了3个小时的高铁特地到凤阳来，带着浓浓的感情来拜访大家的。大家觉得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好不好？我们明年再来好不好？跟我说没用的。我们恩惠省文联的孙书记也在，孙书记，我们明年再来啊。孙书记说好的，明年再来。其实啊，作为一个曲艺演员，我们领导专门跟我们说，站在这个舞台上面要跟大家说心里话。我是第一次到凤阳来，让我感动。为什么感动？这么多的父老乡亲们，这个次序好啊，你看看我们中间长三角来的客人，我们外边站的是我们这里的父老乡亲们，对不住大家啊，因为我们座位有限，委屈你们了，感谢你们，我们明年来，你们早点坐到中间来好不好？今天我为大家演唱的节目，刚刚我们的美女主持人说了，唱支山歌给党听。为什么要唱支山歌给党听？我要跟大家说心里话。现在很多文艺工作者台上都在说共产党好，共产党好，我们大家都知道共产党好，那么共产党好在哪里呢？要说心里话。那我今天凤阳的父老乡亲，我随便说几句，共产党好在哪里？共产党让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一辈子活了2辈子的寿命。为什么这么说？刚刚解放的时候，我们中国平均寿命34岁，
40岁都不到，现在呢，60岁、70岁、80岁、100岁老人要多少有多少，是不是共产党领导让我们老百姓一辈子活了两辈子的寿命？所以今天50岁以上的父老乡亲们，是不是应该用热烈的掌声用心来感谢共产党？还有我们算算看，我们一个老师，数学老师，他算过了，我们中国14亿人口，每个人那么大一张嘴巴，14亿张嘴巴拼起来哦，有8400亩那么大一张嘴巴，到中午到晚上吃吃饭没一次的吓死你。所以共产党领导，不要说我们老百姓有房子住，有车子开，就是吃饱穿暖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拥护共产党，歌唱共产党，最重要的要感谢共产党，要体谅共产党。这么大的一个家庭的当家的不容易，所以我要唱支山歌给党听。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南方啊，这个方言很复杂，这个村跟那个村说话都不一样。我是个绍兴莲花落演员，如果我一本正经用绍兴话来跟大家唱一段莲花落，那么我们凤阳的父老乡亲们肯定是听不懂的。所以我要唱支山歌给党听，因为这个歌大家都会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但是这个歌用绍兴莲花落来演唱，全世界只有我会唱。为大家演唱《唱支山歌》给党听，感谢大家，谢谢。伴奏响一点。
奋斗着凤阳的明天更美好。感谢大家，谢谢。谢谢。大家说唱的好听不好听？确实好听。这个翁仁康是我们中国曲艺家协会的副主席，也是浙江省曲艺家协会的主席。那莲花落唱的相当了得，它是浙江的曲种，我们凤阳是中国曲艺之乡。但是很多朋友呢，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对我们曲艺这两个字的概念呢还不太了解，说是什么究竟叫曲艺呢？其实我跟大家普及一下，非常好记，您就记住了。什么叫曲艺？中华民族民间说唱艺术的统称就叫曲艺。因为我们曲艺有几百种之多，现在经常在全国各地上演的也得有七八十种之多啊，所以我们曲艺呢又有百戏之母之称。什么叫百戏之母啊？就是说别的艺术形式都是从我们曲艺画出去的，演变而成的。这样一说您就明白了，以后谁再到咱们凤阳曲艺之乡来，您一听他只要不是曲艺哦，别的艺术形式啊，这我明白了哦，这个是我曲艺的儿子啊，那个是曲艺的孙子，反正都是曲艺的晚辈。当然了，我们这个曲种众多，最受大家喜爱的，大家什么曲种啊？相声。对，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一段精彩的相声，我们请出来自我们江苏的我们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吕绍明跟钱林，带给大家国粹一彩。有请吕绍明。好，我们凤阳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来到凤阳很高兴，凤阳是个好地方，凤阳是帝王之乡，花鼓之乡，对呀，改革之乡，曲艺之乡，嘿，戏曲之乡，最热情的观众之乡，嘿，热情。哎呀，我一听说到这个凤阳来演出，高兴极了。是吗？因为难得到凤阳来一趟，哎，真是。所以说我在演出之前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哦，您做了什么准备呢？其实我下午就来了啊，来了以后我溜了个弯，嘿，我到了一下咱们凤阳的龙兴寺。哦，有佛教的圣地啊，我到那儿看看。哦，哎呦，拜访一下老方丈。呵，关键问题啊，我请这老方丈啊，把我这个嘴呀啊开了个光，开，这嘴都能开光啊！哎呦，我这嘴今儿晚说什么什么都灵，是吗？开过光的嘴吗？真的？你为咱试试，试试。你看，凡是今天晚上来了这么多热情好客的观众啊，为我们这台演出热烈鼓掌的朋友，发财五年。零，为我们这台演出欢呼的朋友啊，发财十年。零，又鼓掌又欢呼的啊，发财一辈子。哎呀，说的太灵了。哎，不是我这嘴灵啊，是咱们凤阳的观众热情。还真是啊，刚才我们戴志成讲过了，我们凤阳是这个曲艺之乡，对，戏曲之乡。哎哎，我这人就是个戏迷。是，我很喜欢戏。哦，至于我们中国的个戏曲呀，我相信在场的朋友都很了解。五花八门，多种多样。哦，你数都数不过来。真数不过来。你看看我这个部位，这是什么地方知道吧？这不是肚子吗？肚，什么叫肚子？哎呦，这有外号啊。还有外号。哎呦，这外号叫艺术宝库。
哎呦，您这个艺术宝库够丰满的。哎呦，我这个中国的优秀的民族艺术都在这儿呢，都在这儿呢。你看大家这灯光这么亮啊，一摸一个，你看这地方，还一摸一个。哎，这地方京剧。哦，昆剧、嘿、苏剧、西剧、洋剧、淮剧、粤剧、丹剧、曲剧、评剧、吉剧、晋剧、绍剧、婺剧、徽剧、鲁剧、汉剧、楚剧、吕剧、壮剧、川剧、赣剧、湘剧、沪剧、龙江剧、海门山歌剧、山东梆子、山西梆子、河南梆子、河北梆子、东路梆子、西路梆子、中路梆子、北路梆子、曹州梆子、莱芜梆子、陕西梆子、上党梆子、柳琴戏、淮海戏、梆子戏、黄梅戏、柳子戏、木偶戏、滑稽戏、红山戏、香火戏、皮影戏、高甲戏、梨园戏、采茶戏、花鼓戏、四周戏、五音戏、四弦戏，拉的都到这儿了都。哎呀，您别说，您知道还真不少。我知道多哦，不但知道，我会唱哦，我还研究啊，还有研究。您有这么多戏曲，每个剧种唱出来的味道皆不相同。哦，也不一样的。哎，它首先它得保持它的地方特色。哦，还有地方特色。那当然了，你唱哪儿的戏，就得用哪儿的话唱。这不明白，不明白吧？举个例子啊，您说说。好比说你往这一站，哦，一站。哎呦，我们今天凤阳的朋友一看，哎呦，这小伙长得挺漂亮，我还漂亮呢，挺好看啊。各地的话夸你好看啊，这味儿就不一样了，也不同吗？不同啊。那您赶紧说说。那我们凤阳的话啊，既亲切又通俗。是啊。哎呦，我个乖，长得真帅啊。嘿嘿嘿。哦，这就是夸我漂亮。这漂亮吗？你看我们大家这个凤阳的朋友喜欢说四周戏。哦，四周戏。你就得有这一代的语言来唱。四周戏个传统剧目叫小女婿，前面有两句，用咱们这当地话唱就好听啊。好听啊。听妹妹帮声响到了二更天，想起来呀，出嫁的日子就在眼前了。好好，还真是这么个味儿啊。这是咱们安徽。哦，安徽。咱们来自江苏啊。对呀。哦，我们介绍一下江苏的语言。哦哦，你看江苏有一条大运河，串联有三个州。哪三州啊？苏州、徐州、扬州。哦，这么个三州。这三州的话都夸你漂亮。哦，夸出来这味儿就不一样了。哦，各有各的特色。那您就用这个苏州话夸夸我。苏州大家不是听过没有啊？苏州话特别软，是特别嗲啊。你看我们前面那个这苏州评话是说了，它有它的语言特色。哦，你看苏州这个你啊，苏州话不说你啊，怎么说呀？叫你。哦，脸蛋儿叫面孔啊，长得好看叫生的标志。哎呦，这词儿全变了。您这面孔生的标志，要用纯粹的苏州话说，那说出来是又轻又柔又软又嗲，软的跟面条似的，还跟面条一样。我给您学学，您赶紧夸夸我。你听听软不软？哎，苏州话这么说了啊。哦呦，那个是面孔生的别致的嘞。哎呀，火！好嘛，我这骨子都快酥了。哎，这是苏州方言啊。那徐州呢？徐州就不一样了。哦，徐州靠近山东。哦，说出来硬的歌姬，还硬的歌姬，非常直爽的把你的模样就说出来了。哦，您再夸夸我徐州话啊。耶，奶奶，这个熊孩子长真乖哈。啊，但是有一样，它语言特色。哦，是。你要这演唱徐州的地方戏，哦，可能大家知道徐州有个剧种叫柳琴戏啊。对呀，唱这个戏就得徐州话。徐州话唱的特别有特色。哦，是。一唱就是，不是俺脚也有脚轻，我要不说那不明，我不是让你来吊孝啊，灵堂与灵堂不相同，他的二姨呀，我请你前来把。大秦城啊，哎！哦，这是徐州柳琴，徐州它的特色。哎，扬州呢？扬州清新活泼。哦，哎，这非常俏皮的就把你这模样说出来了。哦，那您再夸夸我扬州话。哎，这么说了啊？哎呦喂，乖乖，好看呢！嘿。啊，注意了没有？嗯嗯，好看。哦哦，咱们说好看。哦，对呀、啊，他不说好看，怎么说啊？好看。哦，这么说了啊？你拿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哦，十个数目字，一南一北说出来不一样，也不同吗？山东话这十个字儿啊，说出来跟十发炮弹似的，还跟炮弹一样，还硬啊。
真的啊，有山东话啊，我给你学学。您再说说，这么说了，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嘿，是啊，还真够硬。哎，山东话啊，山东话，扬州话就不一样了。扬州话，扬州话说出来有软有硬，有柔有刚，是吗？有的字儿特别硬，有的字儿特别软啊。您再给说说，扬州话啊，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嘿，还真是啊！发现了没有？哦，有一个字特别软，哪个字啊？一二三的三，哦，三特别软。他用这个舌头把它抿出去，还抿出去，他就哦三。哦，这么说，这就三。哎，这是软的啊。哪个字硬的？七八的八呀。哦，八硬啊，嘴皮子绷紧了，提足了丹田。哦，说出去了。那这八怎么说？扬州话，嗯，这么说了啊，啪。啊，清脆嘹亮，灌满全堂。哎，那我再问问您啊，这要是八十八呢？扬州话啊，啪死啪，八百八十八，啪不啪死啪，八千八百八十八，啪千啪不啪死啪，八万八千八百八分八厘八，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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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您这开枪呢，哪那么巧的呀？没那么巧，咱每个地方的语言不一样啊，所以他戏曲唱出来的味道也各不相同，也不同。其实大家演一样的戏，唱同样的台词儿，唱出来也各是各的味儿。是啊，您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您说，有出戏大家很清楚啊，《白毛女》，哦，经典名，大家知道吧？啊，里边有四句经典唱段，哦，就是杨白劳给喜儿扎红头绳那四句，那最经典的四句啊。这四句你知道吗？那当然知道了。您给大家介绍一下。介绍一下啊，说人家的闺女有花戴，爹爹钱少难买来，扯上二尺红头绳，我给我喜儿扎起来。没错，就这四句。对呀，啊，每个剧种唱出来不一样。Yeah. 啊，可能我们在场的各位观众领导朋友知道，电影也演过，是歌剧也演过，戏曲也演过，哎，这唱出来味儿不一样，不同。歌剧是歌剧的唱法，戏曲是戏曲的唱法。歌剧一唱这四句，人家的闺女有花戴，你爹我钱少不能买，扯上了二尺红头绳，我给我喜儿扎起来，哎，扎起来。哦，这就是歌剧。戏曲啊，唱来味儿就不一样了，也不同。那大家绝对不一样啊。那我问问您啊，这黄梅戏怎么唱？那您算说到家了。哦，黄梅戏是咱们安徽的地方剧种。是啊，啊，唱着上这就得用安徽方言。安徽方言，安徽方言分皖南皖北。哦，有的地方好，举个最突出的例子吧。啊，您说。好比到了咱们安徽省的省会合肥。哦，合肥。哎呦，那个地方说话有个特点。什么特点？它齿音重。齿音重。你好比说。我们平常说老母鸡，对呀，合肥话不说老母鸡了，怎么说呀？就老母子。哦，那大姐不叫大姐，怎么说呀？就大子。哦，你好比有这么一段话，嗯，说老李出差到广西，不买照相机，不买收录机，买了两只老母鸡，这种鸡不长肉，光长皮，你说稀奇不稀奇？不，这话不挺简单吗？简单吧，啊，普通话要用合肥话一说，哦，大家听着跟绕口令似的，还跟绕口令一样。他齿音重啊，是啊。你首先是老李，哦，他不说老李了，怎么说呀？罗子。哦，这就改了，连起来一说，哦，好听了。那您再给说说，一说就这味儿了啊。说老子出差到广西，不买照相机，不买收录机，买了两只老母鸡，这种鸡不长肉，光长皮，你说死吃不死吃？哎，您别说，还真是这么个味儿。哎，但是有一样，你要演唱黄梅戏，就要有安徽方言的味道。哦，就有这个味道。那你别这么着，我用这个黄梅戏啊，给大家演唱一下杨白劳这四句，哎，模仿一下当年王少舫先生这个唱法。好嘞，大家听听像不像？嗯，像的话就掌声鼓励我一下，好不好？没问题。
人家姑娘有花戴，爹爹钱少难买，来呀车上儿吃红红头生啊啊，我给我媳儿扎起来呀。啊，这就是黄梅戏。哎，地方戏吗？那京剧呢？啊，京剧是我们国家国粹。嗯，咱们凤阳传统人管京剧叫大戏啊。对，是不是唱这个传统京剧、哦、讲究的是湖广音中州韵。哦，这么回事。要唱现代戏，嗯，普通话。普通话，大家看过《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嗯嗯，都是普通话啊。当年李少春先生就演过这杨白劳，是 是这四句唱腔完全是普通话，是吗？这么办，难得到凤阳来一趟，哎，大家给我这么多的掌声，嗯，卖卖力气，模仿几句京剧的杨白劳，献给大家，哈哈，好、嗯哦。京剧啊，哎。人家的闺女有花戴，爹爹钱少难买来，红头生车上正儿吃，来来来，爹给你亲手扎扎起来。您这个京剧唱的也不错，但您注意了没有？怎么了？这四句京剧啊，不管这演员什么地方人，嗯嗯，必须得用普通话唱。什么意思？这唱京戏就得用现代戏普通话。哦，京剧啊，您这四句就得普通话。哦，必须用普通话演唱。那当然了。不是吕先生啊，您说这话太绝对了。怎么呢？我觉得用这个地方方言演唱也一样可以。那不行，地方方言唱出来的那就不是京戏的味儿了。不，怎么可能呢？它首先的语言不一样了。啊、不是，京剧要改革要创新，用这个地方方言演唱也一样可以。那你说用哪儿话？用哪儿的话啊？扬州话。就刚才咱们学那扬州话。啊，对呀、啊。唱京戏啊，那麻烦了啊，唱出来了扬州人都不听了。怎么可能呢？你唱词的说法它就不一样了，又不一样了。人家的闺女有花戴，人家啊，扬州话不说人家，那怎么说呀？叫人家。哦，这就变了。闺女小孩啊，不叫小孩，怎么说呀？就小瞎子。哦，哎，爹爹不叫爹爹，怎么说呀？叫嗲嗲。哦，这也改了。三不叫四。哦，尤其过来这个来啊，说出来特别有意思。怎么说呀？李。他够狠的，李，挺好、啊。全改成这个，是啊，那唱出来不好听了，肯定好听，肯定不好听，肯定好听。我不跟你抬杠子、啊，难得咱不耽误大家时间，是来一回啊。刚才这四句京剧原词原腔，哎，我把它改成刚才的扬州话，对呀、啊，请我们凤阳的朋友听听，扬州话的京剧什么味儿？好嘞，来注意啊，嗯，架子不变啊，词儿也不变，腔也不变，哎，语言变了啊。人家的小瞎子有花的，你嗲嗲马大钞票灭不来，红头生没了这先插先你啊啊啊啊啊啊啊点个撒起来，五个小乖乖，别唱了。谢谢两位老师带来的一段相声的表演。在七里山塘景物新、秋高气爽静无尘的中秋美景里，许仙与白素贞同游苏州的山塘街，吴侬软语夫妻二人呢相敬如宾，情深意切，让我们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夜晚共同来聆听中国好声音，感受评弹爱情名篇里的缠绵
动人。接下来呢，让我们掌声有请上海市曲协副主席、上海评弹团团长，有吴韵一哥美誉的高博文和中国曲协副主席、江苏省文联副主席、江苏省曲协主席、苏州评弹名家盛小云，为我们大家带来的《白蛇传》选曲《地久天长永不分》。初次来到凤阳，借这一首《地久天长永不分》来祝愿我们和千年古城美丽的曲艺之乡凤阳地久天长永不分，我们和中华优秀传统曲艺地久天长永不分。甚是灭望，娘子得被人奉行三百刘表称心。不神是哪里哇嘞，不认一太守
最美的声音，我们最美的声音是我们逐梦新时代，奋进新征程。大家请共同欣赏歌伴舞，我们一起远航。灵堂不仅不音乐
知心把我照亮，同心奔赴梦想。迎风穿过惊涛翻浪，夕阳河口暖床，我们会迎风不弃不幸力量，不幸把我照亮，同心奔赴梦想。迎风穿过荆棘河洋，夕阳何苦漫长，我们一起远航，远航。这是一个充满希望和生机的季节，这是一片龙腾虎跃、蒸蒸日上的土地。朋友们，让我们在欢歌笑语声中结束我们今晚的演出。啊，我们广大的曲艺工作者一定要担负使命，我们重文化、颂文化、传精神，我们共同谱写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绚丽华章，让我们共同祝愿安徽越来越美好，滁州越来越美好，我们的曲艺之乡凤阳越来越美好。朋友们，本次由中国曲协、中国文联文艺志愿者服务中心和安徽省文联共同主办的与人民同行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志愿服务主题活动，担当新使命，携手向未来，长三角曲艺名家新秀走进安徽凤阳的演出到这里圆满结束。再一次感谢您的光临。好，既然来到了美丽的凤阳，这里将来一定是国际化的旅游大都市啊！既然是国际化，最后请允许本人呢用一句完整的英文来结束我们今晚的主持。拜拜，祝大家晚安，谢谢各位，谢谢。